女人要靓不可以懒，但是有时懒原来都可以靓的噃。袋一支可以一物几用的化妆品，正正是懒女的一物。咁依家我会直接用个 contour blush 嘅颜色咧，系做晒眉啦、眼啦同埋面嘅。咁呢个颜色咧画咗出嚟咧会比较自然啲啦，望落去咧都会比较精神啲嘅。咁我哋会用翻个眉扫。在眉的中间眉尾和眉头轻轻赖上去，之后用轮廓扫来回扫眼窝的位置，避开眼珠位，令眼型更加突出。用轮廓扁扫向面和鼻打阴影，眼底下巴都可以擦一点，这样就可以修饰面型了。咁呢個 multiple stick 咧，我哋可以做喺眼啦、面啦同埋嘴嘅位置啦。咁放翻daytime就會有翻個自然啲嘅效果。搽上去眼珠位置，因為呢一支質地較薄，輕輕一塗就可以均勻掃開。然後係蘋果肌，最後咧我哋做埋個唇部嘅位置啦。咁一個日常嘅妝咧好方便，咁我哋就可以做到噶啦。成個妝都可以用手指完成，最啱連數都唔想買嘅慳妹啊！咁依家咧會用一個橙色嘅唇膏啦，我哋都會係做翻眼、面、嘴三個位置嘅。咁啊，轻轻揩粉喺眼珠嘅位置。唇膏色彩密度较高，适宜先喺手背推开，再扫上面。同时用两只手指就更加容易涂得均匀啦。唇膏可以直接搽喺嘴唇中间，然后用唇扫向外扫开。雅色嘅唇膏就系最一物多用嘅化妆品啦。偏橙色调最有夏日阳光与海滩嘅色彩，而深红色调就可以做出成熟优雅嘅晚妆效果啦。